我练的不是肌肉，练的是毅力。对，因为现在很流行，就是在讲什么歌怎么样，歌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健身，因为其实30几岁了，然后我觉得之前是10年前是有脱过一次，然后那个时候还蛮瘦的，后来拍了《青蜂侠》之后就胖了，胖了之后就没有再瘦过了。所以呢，告诉歌迷，我可以练到这样，代表一个毅力，也代表说我的音乐会做到怎么样。OK， 对，所以我很难相信，就是一位男歌手和一位女影星两个人在讨论减肥瘦身的问题。他讨论得很认真。其实杰伦跟我们讨论的是我们30多岁男人中年危机的问题。哎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听听现场朋友的心声，大家希望你们在一起，不是说那种，而是希望你们在电影或者音乐上有在一起的可能性。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意向呢？也让我们的歌迷影迷有更好的期待。对，肯定会很期待这样的合作。对啊，当然是是是是。对，永远惊喜都是留在后面。你把场面搞得这两个初次见面的有点尴尬。越尴尬越尴尬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呢，这样我们就共同期待下一次见面。也当然我相信这个合作并不会太远。